确诊，那么 Kevin Durant 现在是效力纽泽西的篮网队，而这个赛季他因为养伤没有上场，不过他今天在个人的推特确认说自己是篮网队四名确诊球员之一，但他说自己现在情况很好，也呼吁粉丝们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